幻简约风格的 Cubic Tour 是一款有着崭新概念的益智游戏，每一大关当中都会出现一个 3D 的立体方块，我们要左右或是上下翻转它，调整到它从我们的方向看起来和画面上方的 2D 图样成为相同颜色和配置，五次之后才算过关。没有优良的空间概念与清晰的思路，可是会一直撞墙哦。随着过关时间的评价，大家会渐渐在宇宙之中建造出一座美丽的星空之塔，还有许多画有星座的精致明信片等着你来搜集，快来挑战吧！